嘿、he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兔哥的决斗城堡。这次要介绍的是异神龙牌组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之卡。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把他们摆在实战上面会是个笑话，但整体来说他们是可以在目前的环境打出不错的成绩的。今天就来看看这张神之卡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来的吧。首先是他们的优点，运作方式相当单纯，还蛮容易上手的。另外，他们几乎没有用到额外牌组和通照点，这给了泛用外援很大的发挥空间。接着是他们的缺点，首先墓地运作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运作环节，可以在这一部分进行干扰。另外，有许多泛用卡都能有效破解他们的阵势，比方说用风吹掉他们的后台，或者说用非破坏手段来解掉常态的异神龙。接着是牌组构成的环节，主要的核心卡牌有下这些，马上来进入介绍的部分吧。首先从异神龙的三种形态开始介绍。第一只是太阳神的异神龙，首先不用理会最前面那一段召唤限制，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要无视召唤条件来特召它上场。接下来的两段效果就像前面所说的，我们这次会特召它上场，所以这两个通召进场的效果都不会用到，但过去常让这个效果配合方向来打出高额伤害，即便是现在应该也还是不差的刷分牌组。最后一段效果我们就会用到了，这是优质的卡牌破坏效果，除了能用来解决对方的怪兽之外，也可以作为变成不死鸟形态的备案。接着是太阳神的异神龙球体型，我们有极少数情况可能会在这边用到通照点，毕竟这个结场还蛮强的，基本上是防不住，但是 Duel Links 目前的环境会做出三只怪兽来定场的牌组好像也不多。接着看到它的效果一，优质的抗性和不能攻击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，它是我们的主力防守怪兽，会配合真太阳神来阻挠对方的进攻。效果二是优质的特召效果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叫出来的异神龙有着高打点，且不会在回合结束时强制离场。最后要注意一下，它只能从手牌和牌组特召异神龙，所以别随意把两种基本形态的异神龙都送墓。再来是最后一种形态，太阳神的异神龙不死鸟，它会是本次构筑的主力攻击手。效果一算是它的进场条件，我们可以在本家卡牌和泛用卡牌两方面都准备一些管道，想办法将它送上场。效果二是无敌抗性，再配上自身的高打点，基本上没什么东西能挡住它。效果三是比常态异神龙更优异的送墓效果，连破坏抗性都不用担心了。效果四算是这个形态的小缺点，不持久，但变成球体型对方也不好进攻。接着是死者苏生，这是非常经典的强力泛用卡，但正常情况下它是无法直接特召出异神龙的，主要会配合千年的启示或暗黑的魔再生来配合叫出异神龙。再来是千年的启示，它的效果一可以协助本家运作，将该待在墓地的资源送下去，在检索重点运作卡牌上手。效果二则是本次构筑的重要动点，进入异神龙三态回圈的少数入口，后续可能就会有两种剧本，可能会接着跳出不死鸟，并且尝试发起进攻拿下胜利。另一种则是抽到先攻，我们可能有防守的需求，我们就会接连跳出不死鸟和球体型，接着摆出防守的态势。再来是真太阳神，效果一是优质的卡牌检索效果，可以视情况上手当下缺的本家资源。效果二相当强势，并不是靠着多强的抗性还是多复杂的怪兽大阵，而是直接对发动攻击这个行为来限制。如果拆不掉这张后台，对方就只能等到下个回合看着球体型再变成4000打点的怪兽了。效果三算是专门让不死鸟登场的管道，正常会对零攻的常态异神龙使用。最后是暗黑的魔再生，效果一有点微妙，并不是每个对手墓地都有好用的魔法卡可以拿，个人建议是优先用技能将它送墓，并且应用它的效果二。效果二是进入异神龙三态回圈的另一个入口，但不管用哪一个方式，死者苏生都是必要条件，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布局，就能在对方回合做一个简单的干扰。接着是选搭卡牌的环节，首先是强力单卡的部分。其实这样看下来也很明显，异神龙的本家系统并没有针对后台的对策，个人建议是优先配置一些拆后台的手段，后面除了一些受欢迎的手坑之外，
我还蛮推荐灵灭术师空海的，毕竟异神龙牌组没什么用到通照点，我们就直接用来叫出空海，借此来限制对方的墓地运作。再来是伪魔小型系统，同样的概念，我们可以把通照点给安迪米翁，让他来进行绿牌或是拆后台等动作。有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组出这样的牌组。接着是核心卡牌的获取管道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。接着是推荐技能的环节，本次会使用不朽的太阳神，是这个主题的专属技能，可以很大程度提高核心战术的成功率，效果一算是对资源做一些调度。下面有一些我较推荐的选择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。效果二只要完成了核心战术就能回收死苏一次，很大程度缓解了它是限一卡的问题。最后来看一下这副牌组的常见玩法，刚开局先用技能效果一来调度一下资源，就像前面的建议，想办法把暗黑的魔再生送到墓地，并且上手至少一张真太阳神。如果选搭有采用伪魔小型系统的话，可以再进一步的绿牌，接着发动真太阳神，检索当下欠缺的本家资源，接着再发动千年的启示，使用效果一舍弃太阳神的异神龙，并检索出死者书生，再来发动千年的启示效果二，用死苏特造异神龙上场，后续就看要进攻还是防守了。如果当下是要进攻的话，就发动真太阳神的效果三，特造出不死鸟形态，并藉由它的效果来扫除一切障碍后发起进攻，拿下胜利。如果当下是要防守的话，就再进一步变成球体型，与真太阳神携手抵御对方的攻势。最后来看一些实战画面吧。
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上片通知哦。